近日，就在粉丝们关注肖战代言的同时，肖战不知不觉中登上了海外权威报社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，不得不佩服肖战的个人影响力，再次闯世界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一次登上海外报社，官方还宣布了肖战的很多成就，特别是代言和作品。这就是肖战，目前的发展依然不可阻挡。事实上，早些时候，肖战就表示害怕迷失自我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肖战做得很好，很明显没有迷失自我，恰恰相反，肖战非常努力，非常踏实，非常专注，这就是肖战。总之，肖战值得我们大家的喜欢和支持。接下来的路，我们一直都在。再登海外权威报社，肖战值得，发展一定会顺顺利利。